再来下一个重力式，好，我们举重力式，你要举那个力举式，什么都可以，反正就是用很多的有一些物理的原理在这边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这个比较难，中间你们要去做这个。一个抛石杆，因为要用到工具，要用到那个铁丝，这个会比较麻烦一些啊。那这个是大的，我做的时候给科工馆的没有这个轮子，然后中央大学这边呢，朱老师的那个脾气，我想说好要做漂亮一点这样，要不然我又会被嫌弃了。那这个的话，它是靠这个里的重力下来之后。这个东西会出去，但是他怎么样把这个球丢出去？好，这个怎样把这个球丢出去？主要是他那个抛射的方，那个装置，抛射装置这边这个是斜的，这个是松的，这是松的。所以你看到有些游牧民族，他拿了那个一个像这样的东西，一直甩，他突然之间石头出去了，但是他手上那个没有飞出去，就是他甩到一个地方的放掉一条。好，放掉台上这个就出去了，球就可以飞出去这样。谁是发射鸡蛋？忘记老师。啊，这里好多子弹。我要没收他的子弹。证据。来没收他的子弹。谁在打老师他的那个投石器，我就要没收回来哦。好，那这个他发射一下，好了，你那么爱发射，来，这个给你来发射。人过来先，上台，要表演上台。待会这个球，因为这个球比较重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因为这个球比较重，打到会痛，所以麻烦看清楚它飞到哪里去哈。OK， 好。那边准备好啊，好了。没有。没有那么恐怖啦，因为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这边它的长短那些都要调整，就比较复杂，我要试好几次才有比较可能它的发射的距离比较远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小的球，这小的球待会再先玩大的球试试看，因为它的这个。实际上，如果你有看一些 YouTube 影片的话，他们有做到是可以把钢琴给丢出去，很大的，那个大台的，把那个整台大台的钢琴都丢出去，试试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因为它的那距离比较大一些了。有一些举手了，来。等一下。我再多加一个东西进来。哇，杀人凶器。好，你把它拉出来。好，用力拉。哇！我以为把你的抛石器打坏掉。你可以看到说，我加一个重物之后，它的力量就大了。所以它可以控制这边，可以控制这里的。那如果是说我这边用回要小一点的话，看看会不会还是这样，换一边。有没有小朋友要上来发射的？你刚刚已经发射过了，来，手放下中间这里两座，来，手放下。怎么回事？没有，他年纪最，应该是他年纪最小了。我们给这小朋友来，来小朋友先来好了。未来的年轻人来，你是未来的年轻人。长不够长。那你要来，你要在那边。你要在到前面。对，在到前面来，过来。然后你不够高，对。我刚加一百个字。好，你可以站上去。好。你想站到这个。好，没有啊。好，你把它拉着，把这个拉出去。哎呦，你要力。谁？谢谢。好，加一百个动物。好，一二三，要力。哦。好，所以
重物不够的时候，它就飞得比较不远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飞得很远，如果呢那个没有一个重物呢，就可是呢，它就会飞得很远。对呀，对呀。跑力球，跑的是。你要试比较重的这个是不是？小朋友，要不要来试一下这个？啊。哎、欸，你刚才你没有上来过嘛？来，到这边，看可以打到哪里，把这个抽出去。哎，对，拿。哇！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玩具啊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想不想做这个？今天不是做这个。来，我们做迷你版的。啊，做这个。啊，这个的话，做很多。那个准备那些材料就很麻烦了。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，就要很多的功夫，这个没办法。好，我自己一个人，他也要花好久时间。那这边在做的话，待会底下的架子你可以看到，底下架子跟刚才是不是一样？对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有经验，很快了。那横杆的部分是换成铁杆，它比较强韧一些。好，那它的发射的话，我这边是有做一个插销，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。好，这边这里的话。这个当然抽出来，这个它比较复杂一些，你可以不用做，没有关系，绑一条绳子，然后手拉着放手就好了。好，那它的这个发射的话就是这样子拉出去，那这边的话挂一个东西，它就会飞出去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这个重锤，那要玩这个之前，请发螺帽下去。我发螺帽。螺丝帽。就这个。你为什么一直要射我？你在学校有被老师欺负吗？还是你在学校一直都要欺负老师？我发现到我这边的那个子弹很多，大家都要打老师。为什么你们都要打老师呢？老师在这里啊。螺丝帽拿到没有？这个是另外一个游戏哦。先试六个好了。来，我们要有点点好玩的。喂，谁在发射子弹打我这边，我要没收你的东西了。好，请看荧幕。我们这边有一个游戏。好，朱老师这边加码一下，待会我们赵老师玩的这个游戏哈，那个我们看一下哈，哪一些同学哪一些小朋友可以创纪录的，我们送奖品。最快的。最快的，然后创纪录。三位。对，送奖品，好不好？可以赶快看。怎么玩？怎么做？我一只手拿着，没有看，然后前面有三个，然后有他一次发一个下来，总共才四个，再叠另外一个，再叠一个，好难哦，再叠一个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请朱老师示范一下。既然朱老师已经在台上了，对不对？他一直要上来。我们看朱老师哈，一个人，手不要抖，两个，三个，第四个可以坐着玩，没关系，手不要抖，第五个。第六个咯，朱老师叠到第六个，你看哇！这你第一次玩的。显然朱老师那个手还蛮稳的。第七个了，快，还有三个。第
八个，哇，朱老师快完成了。第九个，第九个，手不要抖，不要怕。哦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来给朱老师鼓掌，加油！好了。第十个。完成的，看十个，哇！那边第一个完成的，不是用手，不是用手，怎么有用手在叠上去的？要用筷子哦，用筷子啊！好，测量你们今天上课是台湾 MIT 的高品质的那个 Pro Max， 还有高老师正在打的哇，运动头巾这非常好，运动头巾非常好，来。第一个就是，啊，不要说比较难，来第二名，哇，第二名，第二名在这里在，对，他们这边好，拿到材料没？竹筷子、橡皮筋，啊，先检查一下你的材料有没有问题，数量。啊！竹筷只要八支，橡皮筋的话，你桌上先抓着，然后不够再补给你。啊，回纹针的话，待会你建议他有回纹针，两支、三支、四支其实都可以，最多到四支，两支也可以。竹筷子还有哪边不够？举手。好。那个等一下，大哥哥会发给你们。好，要不要再教你们怎么做架子了？应该不要吧？好，底座先做好。先做支架底座，然后你做完之后，整个架子会变成是这样，中间横杆没有，啊。把那个铁杆给发给他们，竹筷子发完之后，铁杆就再发给他们。铁杆收好了，铁杆一根连一根，好，铁杆的话一组一根。刚才好像没有发射这个给你们看过哦，看大的比较过瘾。这个小的啦，小的你可以看一下这边，那个镜头可以拉远点，没关系，小心。好，那这个小的做完的话，你可以变成说可以发射这个哦，可以打出去哈，一样可以让发射。好，支架做完没？还没。这两个汤匙的这个是我要把它拉低一些，啊。汤匙的这个它比较低一点，那这个重力式的这个的话，它这个就可以高一些，好，这边可以高一点这样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好，这边可以高一些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底下要比较多的空间，可以让这个东西晃动，好。对，很赶要晚一点再弄。好，注意哦，看到这边，回纹针，知道我夹在哪里？我这个回纹针原本是这样子，啊，我可以小朋友，来，这个的话原本是这样子，我把它稍微把它拉开一些，然后最长的那边我夹在中间。夹在中间了，好，然后这个把它拉开一点，这个把它移走，这样，这个中间这个就先切在这边这样子，好，那这个部分可能需要一些力气，或许要家长们协助。那你可以看到说，我这个要留一点位置给它，那我的尖点钳不是夹在最前端，稍微下来一点，这样吗？好。稍微下一点 ，OK， 这样可以。然后再来怎样？给它绕圈圈，这个转弯，然后把它卷过去。好，
扭过来一边，另外这一边它再扭过来。好，你可以看一说原本是这样子嘛，对。我们再把它从头来过。这个不好弄哦。好，那你可以看这边这样子哈，来，荧幕上面应该可以再近一点。那个，你干嘛挡到我的视线？好，那这边的一边是不是有左右两边？是不是有左右两边？左边的往右边，右边的往左边，绕过来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呢，是不是这边会有一个圆圈圈？这边会有一个圆圈圈，这个圆圈圈呢，待会就是这样放铁杆的。好，那你的铁杆要能够穿过去才行。啊，铁杆要能够穿过去才行，所以这边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圆圈圈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，懂不懂？那这个长短其实并没有很严格，一定要多少，啊，但是你留得太短，就是这个会整个比较高；留得太长，可能会打到底下，啊，那就是我刚刚量了一半的情形差不多。来，有问题的。那要夹着去转，你不要松开来的话就不行了。好，我这边再做一次哈。啊，来，先把它整个这样打开来，打开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夹在中间，夹在中间之后，是不是有左右两边？左边的转过来，右边的。再转过来另外一边，这样是不是中间就绕一个圈圈的？好，中间绕一个圈圈的，然后再来就是把其他旁边的通通把它弄直，好，通通弄直。你的手的力量够大，就可以用手直接去弄，不行用钳子，啊，用的钳子把它夹一夹，然后弄紧这样子，好，把它弄直。那这个圆圈圈的话，哈，这个圆圈圈你可以先用铁杆穿过去试试看，那个待会再加上去，待会再转。就是这个还要再做一个东西。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好。两边都要直。对，两边都要弄直。这个来弄直的，那这边的话，这个是。大家，要把这边都弄直。好。好，弄直了没有？弄直了。另外一个也要弄直，另外一边。你不是有一个弯的，前面把它弄直了。那边那个还好，那个把它稍微弄直就好。我这样，哎，可以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好，那个有问题的举手，旁边的大哥哥大姐姐帮忙。好，再来，这个圆圈圈朝上，圆圈圈朝上，比较短的那一边，比较短的那边，好，夹着尾端，夹着尾端，再转一圈过来，好，你这个圆圈圈朝上面，这个圆圈圈朝上面，好，比较短的这一端，这尾巴这边，是不是有一边比较长，一边比较短？好，比较短的这边夹住尾巴，然后弯上来，往上弯，圆圈圈朝上，这个这边弯就往上弯，转一圈过来。所以你两个圈圈是不是都是朝上？两个圈圈都要朝上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横着转，横着转，然后这样横着这样转。
好，那这个圆圈圈的话还要再修理一下，它不是转上来了吗？再把它转回去一点，这样子，你看有一个黑颜色的东西在这里。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个圈圈的话，这个是在上面，另外这个圆圈圈的话，就变成是说我要往上弯，但是要把它拉回来一点。那这边的话可以画那个图形给你看，就是原本是这样子绕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这个的话是底先弯过来，我再画大一点。原本是绕成这样子，短的那边你把它绕上来之后变成这样子，好，变成这样子之后，这样子它因为你这样子拉上来之后，这边容易跑掉，它的橡皮筋容易跑掉，所以要把它这个再往下下来，好，再把它拉下来一点，这样，好，这边要再把它拉下来一些，那就会变成是。这样子，好，看一下大概这个形状这样。那这个地方不要把它弄太密哦，留一点点缺口，留一点点缺口。好，这个部分是应该是这个地方比较麻烦的一个部分。这根杆子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其他就很简单的。好，来，帮你再调整一下，不转太多圈了。妈妈，你在这里呢。好，如果要修理、要调整没有办法的话，你也可以拿给我，或请旁边的大哥哥、大姐姐帮忙。好，然后另外一边的话，哇，这边怎么样？是我的杆子穿不过去。啊，来，杆子穿不过去的就要调整再修理。来，你不要，那小心危险，那个手量会。好，应该是这样可以的。那另外有一个长的那边，长的那边的话要怎样？把它折回来，变成这样子。好，那折的长度多少？大概一公分左右就好，一点点，不需要太多。啊，你就差不多，你的这个钳子最宽的那边夹着。把它折回来，这样子，好，折成一个这样子的情形，好，大概一公分左右，好了，完成一半了。大约就好，大约就好，那个没有什么关系，大概。没关系。如果弄好的话，另外一个回纹针把它全部弄直。全部转直。对。把这个钳子把它调整，尽量直哈，尽量转直。那转直之后，有一端也是弯成这样子，那个是上是下都可以哈。
你要往下这样也可以，好，要往上往下都可以，没关系，好。不要再写了啦，给我空白。那这个时候呢？把它重叠在一起，拿胶带把它捆起来。这边，这里哈，你就拿胶带把它捆起来，啊，这胶带这样子把它捆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接成比较长的。不要勾着，不是勾着，两个叠起来，就两个这样叠起来。哎，对，上下叠，侧面叠，反正就把它叠起来就是了。拿胶带把它粘起来，好，因为做了这两个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叠好之后它就不会让扭来扭去了，好，就比较容易固定在一起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就把它胶带把它粘起来。哦，那是值得吗？不是。嗯。这时候我要真的，哇！因为这些小朋友可能有些力量不太能够弄得很直，或者是弯曲那些，哦，没关系。然后两个这样子叠起来之后。就可以粘起来了，好，的一个勾勾，好，那你用钳子先夹住一个部分，然后另外这边它露出来的宽度要跟它一样，都会是，就你这边这样夹着的话，不用太多一点点，啊，差不多这个的尾巴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尾巴这边夹着，夹着之后呢？是我可以把它往下弯，好，这个夹着之后，把它整个往下弯，往下弯之后呢，这个是不是弯下来了？这个就弯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弯下来之后，再来下一个动作的话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钳子换到刚才不是有另外一半在这边？有一半在这里，有一半在这里，这个钳子换到这里，啊，然后接下来怎样？再把它往上弯，有没有听懂？这边要很小心。好，我重新再讲过一次哈。啊？那个你把它叠在一起之后，胶带就缠就好了。好，来，下一步到这边。这个部分的话，我用不同的颜色来画好了。第一个部分，你的钳子的尖端那边，大约是差不多在你的尖端这边再下来一些，下来一点点，下来一个半公分左右，一点点，半公分一公分其实没有什么差别。好，那夹住它，夹住这边这样夹着，然后往下。让它帮变成是往下，注意到那个圈圈是怎样？那个圈圈是不是朝上？这边方向一样对哦，方向不对的话，你的东西勾不住，然后没法丢哦。然后把它往下，往下那个角度的话，差不多也就是这个角度，啊，大约这个角度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到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这个杆子？曲线的部分是原来它的地方，曲线的部分是原来它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它往下了，到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？知道哈？然后再来，把你的钳子夹住另外一头，另外这个部分，然后再怎样？往上，啊，再往上的话，是不是这个就会变成是这样往上的？那你原本的这个部分的话，第二个部分的部分，这里这是虚线的部分，它又不在了，它又往上了。最后你要做成
这个样子。好，最后你要做成这个样子。其实如果你不理我，不管我讲那些的话也没关系，你这边是不是黏住了？然后这个圈圈是往上，这边有一个勾，那你就是要做成这个样子啦。好，就是要做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方向一样对哦。然后你从侧面上看，它要是直的哦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借一根钳子来，把它扭一扭，好调整。钳子是你爸爸手上那只。茄子的话，茄子好像有人不太喜欢吃的样子。茄子是很好吃的东西。如果这个完成，你这个就99%快完成了。然后你的横杆就可以装上去了。你要看哦，我要丢要怎么丢？丢这个东西要挂在这里，你要丢的话，你的东西就挂在这边。这个是你的子弹，挂在这里，把你的横杆穿过来，把它加上去。而你的方向，你的架子，你要看你要从哪边丢过去，啊，看哪边丢过去这样子。譬如说，我的架子要这样丢过去，所以那个圈圈是朝上，圈圈是朝上，啊，横杆就绑上来，横杆就可以用橡皮筋把它绑上来了。那你绑上来之前，你的这个中间我多了什么？橡皮筋。是不要让它左右跑来跑去，啊，那你如果觉得还 OK， 其实每次要玩的把它拉回来就可以了，不绑也没关系，每次要玩的拉回来就好了，绑那边有什么关系？好，这边这个是最困难的，把它架上去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准备要发射了。发射前，当然还要有一个东西，你要挂在那里。喂，橡皮筋要断。如果你做好的话，你的那个刚才的螺帽装在袋子里面，把它装整齐，把它装整齐这样。然后把它折起来，橡皮筋这样把它捆好。这样吗？啊？啊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这样可以。对啊，那你要把它弄好，弄整齐啊。做到这边已经快完成了，注意到这边你的那个抛射杆，这个铁那个回纹这个杆子是在铁杆中间的两左右两边，它有橡皮筋，不是把它绑紧，你要左右两边橡皮筋，不让它到处乱跑，哦，左右旁边有橡皮筋，不要让它到处乱跑这样。对，这样 OK。那这边固定。对，就这样固定。所以这边的话，先把它弄进去，你先套进去，再固定就好。好，这个杆子这边是有粘胶带，可以把这细绳把它粘在这上面，或者绑在上面都可以。主要我要这样拉。好，主要这样拉。对啊，然后你要放手上去，哎，所以你这边拿一条绳子，这里绑一条绳子，好，这，对啊，你要绑一条，拿一条绳子啊，
这样拉着，啊，这边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胶带缠着？然后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用绑的，你也可以用粘的，都可以，反正就给他一条绳子，好，给他一条绳子，就是在这个地方绑一条绳子下来，啊，那绑这绳子下来叫做什么？我可以拉着，然后再放手，这个出去了。我做很多很多，我为什么要做很多很多？做很多很多的，我这个很多，很多然后像他这样子啊，这就等于弯掉了，太重了，这个弯掉了。啊，差不多到八个九个，其实可以了。九个太重了，那有的是这边太长了。这太长也会容易这样子会歪掉，所以大概要试试看。这个太重了，应该不会。把它这样嘛，然后呢，这边可以。好，做好没有？我看有人做好，但是没有子弹。没有子弹飞不出去怎么办？没有东西可以打老师了。不要发子弹了，不要发子弹。等下要不要出去外面玩？我们要刚刚的子弹。结束之后到外面打一打。啊，出去外面玩。好。好，差不多，最后子弹做完了就可以了。好，子弹怎么做？请看荧幕。粘土，不要太贪心哦，一小块，好，一小块。然后剪一段绳子，也不需要太长。这个的话，要尝试很多种状况那些，那你差不多这样子一段，然后把它折起来。折起来的话。橡皮筋我没试过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我不反对。会怎样？你那么担心，你要拿那么大的子弹打老师哦？啊，还那么开心，还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个绳子的两端那个包在的泥土里面，啊，把泥土捏紧，你的子弹就完成了。好，你的子弹就完成了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发射了。我要闪了，有人要来打老师了。那么开心啊，打老师那么开心啊！我要现在发射打你。来，看到。击中目标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凹下去的勾勾？因为你的子弹要挂在这边，子弹要挂在这里，然后你放手之后，它才能够飞出去。啊！好，你的整个所有的东西。通通做好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边，我手上是不是拿着绳子？我手上拉着绳子，我就不用去拉着铁杆，因为拉着铁杆也很容易铁杆都歪掉。啊，然后你的子弹是勾在这上面，子弹是勾在这上面，啊，然后放手之后，子弹就可以飞出去了。你那太重了，那个子弹太重了。然后那个绳子给它放长一点。两个。
嘴。不能越线哦，不能越线哦。然后那个帮我两个帮我看谁最远，我一个人看全部都看不出来。好，预备，一，好了没有？一、二、三，发射！谁的最远？我全部不晓得谁。一，第一个先发射。好，第二个。第二个在哪里？在这边。这边落地。还第三个。第三个到那里去。好，第四个。第四。好，第五个，第五个。你是第五个，等一下，来，重新再过来。第五个在哪里？第五个。有几个奖品呢？我们都是这边取三名啊，第一名、第二名在这里，然后第五位，来发射，走这个比较远啊，第六位，他比较远在那边啊，好，第七，好，这是第七个，你那是第六个，我这第七，那第几？好，第八位。我还没有，第九，第九没有，第十，第十的发射，哇，哈这里有第十，这里这个是第几？刚才你的位置那个，刚才这个，好，十一，十一不知道在哪里，好，最远的是第十，第六，然后这边这个是。第二，第二，第二，粉红色衣服第三位，